主内兄弟姊妹平安。最近新加坡落了最最长的长命雨，一家所在的气温下降到21度，最最所在的雨水真多，甚至出现积水的问题。请问大家人欢喜这款的天气吗？天气真冷，暗时困啦，免开冷气，会通省落电费。不过到处积水是真正讨厌，开车也着特别小心，免得路滑，或者是将水喷到路边的人。各位，我唔是无甲大家人讨论天气，而是对长命雨这个课题引入圣经内面一场超级的长命雨，记载在创世纪第六章。那是大洪水的故事，相信大家人都知道。创造世界万米的上帝看到地上充满了罪恶，就用一场40米的长命雨消灭了地球上的所有的生物，只有宜兰拿阿一家背口和一部分动物靠事先预备的拿阿方舟得到救。各位，大洪水事件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审判。今日的正道经文马可福音第一章14到20节，主耶稣谈到了另一场的审判，就是末日的审判。末日的审判是按怎的呢？在马可福音的记载里面，末日审判就亲像大洪水的审判。这是今日要分享的头一点。头一点，末日审判亲像大洪水，基督是新的拿阿方舟。马可福音第一章14到15节，约翰落家了后，耶稣来到加利利，宣传上帝的福音，讲日期满了，上帝国君啊，恁着悔改信福音。各位啊，日期满了，上帝国君啊，是啥物意思呢？就是末日审判要到啦。安尼，咱就要问，末日审判的时阵，世界是啥物样的情形呢？福音书予咱的图像是另一场的大洪水，拄拄亲像马太甲路加伫因的福音书中讲，拿阿的日子怎样，人主降临也要怎样。对于马太甲路加，因用大洪水来比喻末日审判来到的突然性，但是伫马可福音内面，末日景象亲像大洪水的图像就真正明显，甚至伫马可看来，虽然末日也未到，世界已经浸伫海水当中，世人拢伫世界的苦海内面翻滚，随时会予海水吞灭。主耶稣按照伊的怜悯心肠，迫切地对苦海来抢救灵魂。根据研究，马可福音罪名背章有14粒的场景甲海边或者是水边有关系。我将遮个经文放伫投影内面，有兴趣的人会通详细研究。遮个海边的场景要表达啥物意思呢？这个经文描写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在海边和魔鬼争战，要将世人对海来拯救出来。各位啊，在我们的信仰传统里面，海是魔鬼的势力范围。圣经有非常多的经文让我们看到海里面有魔鬼、有灵、有蛇。因搁较常见的名是海内的大鱼，上帝
让人称作是打破大鱼头的上帝。海水更加代表上帝对人类的审判。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，伊是用福音的时代延迟了末世的审判。伊要将属于伊的人先拯救出来，末世审判才会降临。所以咱看到，伊伫海边呼召门徒，伫海边讲道，伫海边行神迹，伫水面上行，平静风甲海，这一切拢对咱讲，伊是新的拿阿方舟，是拯救人类逃避末日审判的救主。兄弟姊妹，主耶稣是新的拿阿方舟，伊拯救世人的心情非常迫切，伊愿意人人拢悔改信福音，无愿意有一人沉沦。伊巴不得每一个人拢进入方舟，伫基督内得到保护。主耶稣拯救世人的迫切心情，咱会通对一个字感受到。如果你若认真读马可福音，你会注意到一个特别的字。这字伫第一章出现了九摆，伫规本的马可福音内面出现四十外摆，是啥物字呢？就是希腊文 “eutus”， 中文的意思是马上、立刻。比如讲，今日经文的十六到十八节。主耶稣呼召两个门徒的时阵，因立刻放撒网跟底耶稣。伫十九到二十节，耶稣看到雅各、约翰，随时招呼因。迄随时就是立刻的意思，马上立刻安尼的字，表达了主耶稣迫切的心情。兄弟姊妹，主耶稣为什么迫切拯救世人呢？因为伊悲叹世界的堕落，怜悯世人处境的艰难，厌恶魔鬼权势的猖狂，伊需要采用紧急状态，才会通唤醒世人。伊恨不得一下就消灭魔鬼。各位啊，马来西亚最近用紧急状态来对抗疫情，恨不得一日就消灭疫情。主耶稣看世界，就是出于这款的紧急状态。伊疼世人，伊看到这个世界每时每刻拢有灵魂灭亡，伊因为灵魂灭亡而感觉痛心。各位，如果咱会体会主耶稣的怜悯心肠，咱就会发现咱的周围，伫左屋区、伫地铁站、伫市区办公楼，真侪人行色匆匆，确实无平安甲喜乐。侪侪人互各种欲望捆绑，亲像无灵魂的肉体在行。真侪人困苦流离，亲像羊无有牧者一般。咱若会看到这款的可怜景象，咱就会明白主耶稣的迫切心情了。兄弟姊妹，主耶稣传达了一款紧迫的心情，因为时间非常紧迫，上帝真紧就要伫地上建立伊的国。主耶稣要求咱有这款的迫切感来跟随伊。跟随伊做啥物呢？跟随伊伫今世做门徒，伫新天新地内做基督的新妇。这就是今日分享的第二点。第二点，基督是末后的亚当，伊有被家己的身父。兄弟姊妹，每一摆我读马可福音，我拢会想起创世纪，因为这内面有真侪的关联。今年是教会年历的一年，今年的福音经课
大部分是马可福音，大人可能会常常听到马可福音的信息。我的感觉是，马可福音是创世纪对老事件的反转，新的创造将要在耶稣内面来完成。在创世纪，亚当甲伊的妇人曾经伫伊甸园来生活。在启示录内面有羔羊的婚宴，上帝羔羊甲伊的新妇要伫新天新地来永远同徛。兄弟姊妹，耶稣是末后的亚当。在马可福音内面，伊甲大圣的亚当有一家鲜明的对比，比如讲，亚当是上帝子，但是伊对罗犯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总是耶稣却是真主般的伊，在伊受洗礼了，天顶有声音对伊讲：“你是我的疼子，我欢喜你。”亚当的受造的时阵，上帝将灵吹在伊内面，亚当就成做有灵的活人。耶稣受洗了，圣灵丰富感啊降在伊的身顶，耶稣就成了有圣灵的人。耶稣受试探的过程，也有真多赢过亚当的所在，比如讲，魔鬼主动攻击亚当甲夏娃。耶稣却是主动进入旷野受魔鬼的试探。亚当甲夏娃是伫伊甸园内面受试探，耶稣却是伫旷野内面受试探。亚当伫试探中失败，耶稣却是赢过魔鬼的试探。亚当出在家己的妇人人受魔鬼的攻击。耶稣却是赢过魔鬼，将家己的妇人人，就是教会神父放在后面。主耶稣是真正男人，真正英雄，伊知影保护家己的妇人人。请问咱当中的男士，你知影保护家己的妇人人吗？安尼，之所以是耶稣的妇人人呢？耶稣的妇人人是教会。在创世纪内，亚当有妇人人夏娃帮助呢，因为上帝讲，迄个人独居无好，上帝就将伊甸园内所有的动物带到亚当的面前，和亚当共因起名。但是亚当无拄到配偶配偶来帮助伊。所以上帝就用亚当的颔骨做出夏娃来帮助亚当。在新创造内，耶稣是末后的亚当。当伊在旷野赢过试探，伊有天使甲野兽的陪伴。野兽就是动物，但是伊无有配偶配偶来帮助伊。耶稣无要求天父上帝做出新的夏娃，而是从堕落的该死的世人当中来拣选人来预备。伊所买的新妇毋是一个人，就是分别为圣的一群人，叫做教会。所以主耶稣在赢过魔鬼试探了后，伊就迫切地呼召门徒来跟随伊。经文16-20节，耶稣顺着加利利的海边行，看到西门甲西门的兄弟安德烈伫海内落网，因本是讨鱼的。耶稣对因讲：“来跟随我，我要叫恁得人，亲像得鱼一样。”因就立刻放撒网，跟随了伊。耶稣留啊向前行，佮看见西比泰的
囝雅各甲雅各的兄弟约翰伫船顶保望。耶稣随时招呼因，因就将白亲西比太甲各干人留伫船顶跟底耶稣去啦。兄弟姊妹，主耶稣呼召的第一批门徒是四个讨喜人，因是普通人。使徒行传称因是无学问的小民，但是主耶稣用这款的人来建筑天国，伊用这款普通的人，就是亲像咱这款的人来建筑教会，来成就伊的上帝国计划。兄弟姊妹，咱拢是无配的人，咱拢是蒙恩的人。咱以前读儿童故事，会读到灰姑娘经过艰难困苦，终于甲心爱的王子过幸福快乐的生活。我现在的心情就是这款的心情。我相信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、约翰，因四个人和耶稣呼召的时阵，因也是这款的心情。那无你真艰苦解释因为什么立刻放入所有的军队耶稣。来，咱来试想一下，和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来呼召真多门徒，将来要真多基督的新娘，你会激动吗？我是真正激动的。欠债，这就是为什么别人讲我有加一点热情的原因吧。兄弟姊妹，除非你感受到安尼的激动，那无你真艰苦放入所有的来跟随耶稣，你的性命也真艰苦来改变。兄弟姊妹，当咱明白了咱的身份，就是咱将来要做基督的新妇。接下来，咱需要处理的另一个问题是：咱既然被拣选，咱是不是对答了后就会通翘脚，享受上帝国的一切好处？拄拄亲像儿童故事所讲的，对答了后过上幸福快乐的日子呢？无，唔是的，咱有本分通尽。这就是今日分享的第三点。第三，咱是基督的新妇，务必该去甲帮助新郎是咱的本分。兄弟姊妹，咱忘掉做基督的新妇，并唔是因为咱品格真正好，或者是因为咱是合格的新娘，唔是的。咱忘掉完全是出于基督的恩典，完全是因为基督并以家己的旨意来拣选。对今仔日正道经文第十七节，咱会通看到基督呼召门徒有两方面的内容：头一点来跟随耶稣，第二点要得人亲像得鱼一款。来跟随耶稣就是效法耶稣、学习耶稣，这是务必家己的过程。兄弟姊妹，有一款学习方法叫做道德制，这是现代教育兴起之前普遍存在的学习方式。古早的道德拜师傅学技术，会得到师傅一撮生活、一撮工作，不但学手艺，也学习行事做人。咱发现主耶稣呼召门徒了后，门徒就紧紧跟随耶稣，效法耶稣，该学的就学，不明白的就问，该服侍师傅的就服侍伊。以前我的大兄也曾经拜师傅学手艺，跟随师傅学习茶工手艺。伊伫做学徒期间，就是倒着师傅生活，真少转厝。正道经文内面的四个门徒，伫主耶稣呼召了后，立刻跟随耶稣，紧紧跟随耶稣有三年的久，并且在主耶稣死了复活了后，
继续忠心地服侍上帝，甲也服侍世人甲教会。虽然有人曾经软弱，甚至跌倒，但是靠着主耶稣的恩典，因不断学习甲操练敬虔，并且伫有生之年持守所信的道，做主忠心的见证人。有的人甚至为主顺道来死。兄弟姊妹，咱蒙召的第一步就是着跟随耶稣，效法耶稣，着务必家己成做基督的身父。安尼，咱着什么时阵才务必好呢？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安尼讲：羔羊分出来是最高了，神父也家己预备好了。可见只有在羔羊分出来的时候，就是主耶稣过来的时候，这几个普世教会才预备好。只有咱地方教会到个人，对现在开始到主耶稣过来的这段时间，咱就紧紧跟随耶稣，效法耶稣。在2020年十月的领袖特休会，咱确定了未来四年教会的总主题是效法基督，做主门徒。分主题是追求圣洁，活出圣爱。最近教会设立委员会，开始探讨具体的实施方案，请大家人为这件大事来祈祷，让咱会通更加贴近主心，确确实实地效法耶稣，做讨上帝欢喜的事。兄弟姊妹，主耶稣呼召门徒，头一层的意思是呼召因来学习耶稣，跟随耶稣；第二层的意思是要差遣因正做得人的父母。和耶稣呼召的人是讨鱼的人，因从前是将鱼来抓在网中，现在主耶稣要因将人带入上帝的国度。因从前是秘密无人知，对世界无有一点的影响力，但是跟随耶稣了，因的生命从此就有了新的方向。这个新的方向不是为了名利，就是在于伊的价值，不是为了食饱腹肚，就是呼召咱过一个搁崇高、搁有意义的生命。这是上帝予咱的恩典。1996年，上帝用我大查某囝搁脆弱、搁神奇的生命，予我变做软化甲谦卑。我伫1998年受洗归入教会。2014年，上帝搁用经文以我卑的思维力来呼召我转职侍奉。我感谢上帝的供应甲保守，予我到今日犹原有热情来服侍上帝、服侍教会。若是上帝呼召我、改变我，我的生活就甲世间人同款；若是上帝的恩典甲保守，我将是糊里糊涂过一世人，甲上帝国无分无关。兄弟姊妹，上帝呼召咱做基督的身父，咱不但要有生命的改变，做合主心意的人，咱更加要亲像主耶稣迄款疼灵魂，要迫切地对世界的苦海内面抢救灵魂。最近办公室的一位同工，请我甲伊去对一个神主牌。这位同工甲伊的表兄弟拢已经信主，因毋忘所听的阿金也会当悔改信福音，就一直为阿金的救恩祈祷，也常常去关心探访伊。最近阿金因为要搬去甲表兄弟同徛，就决定将组团的
长久祭拜的神主牌交予教会处理。对答以后，伊决定无阁要拜拜啦。虽然阿金也无有悔改的信福音，但是这位同工已经为情况的改变来感恩。伊甲伊的表小弟无有逼阿金来信耶稣，不过因会继续为阿金来恳切祈祷，祈求圣灵动工，和福音的种子早日布芽成长。兄弟姊妹，主耶稣疼世间人，伊愿意人人悔改信福音，无愿意一个人沉沦。咱拢是忘掉甲忘恩的人，跟随耶稣、效法耶稣、甲耶稣基督同工，一齐抢救世间人的灵魂，做一个托主喜悦的得人和夫，这是咱理所应当的本分。兄弟姊妹，日期满了，上帝国君啦，咱就悔改信福音，基督必定要在新天新地内面做王，伊呼召咱做基督的心腹，咱就有备家己，正做上帝所喜悦的人，并且以基督的心为心，积极抢救世间人的灵魂，做有效率的得人和夫。各位，日期满了，上帝国君啦，我又一摆想起大洪水的审判，有一个问题，唔知大家人有想过啊无？假设最近的长命雨无停止，就亲像创世纪安尼一直落雨，直直落到淹满了这个世界，你会慌张吗？你有得救的确据吗？你有勇气去向主耶稣交涉吗？如果这件代志发生，这时阵就是世界末日的到来。你有想到啥人的救恩吗？你愿意恳切为伊的救恩来祈祷吗？你有看到苦海内面真侪不灭亡亡的灵魂吗？你愿意体贴主耶稣迫切拯救灵魂的心情，做一个忠心的基督信徒吗？接下来一分钟，让咱为了家己生命的改变，甲所受到亲友的灵魂得救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你疼世间人，甚至将你的独生子耶稣赐予我，叫一切信伊的未至到灭亡，反转得到永活。阮拄则有声无声的祈祷，天父你拢知影，求天父按照阮的祈祷来成全，施恩拯救阮所牵挂的亲人，并且帮助阮来效法基督，贴近主的胸怀，明白主的旨意，让我们的心思意念和行事为人拢讨主的欢喜。奉基督圣名祈祷，心情所愿。